喂，董事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嗯，坐吧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嗯，坐。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。高木那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高木自从回国之后，一直投身在他的设计当中，热情特别高，难免会比较疲劳。今天来了好多记者，他突然觉得不舒服，只能被迫离场了。 真的，当然。好吧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时刻记住自己的任务啊。嗯，我明白。嗯，法国那边的研究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正在稳步进行。抓紧时间，好吗？我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。 可是当年周尔文已经发现这个研究存在不稳定性，我们必须……我不想再听这个。难道你找的那些科学家都是废物啊？嗯。好的，我会抓紧。